可以结束了吧？啊，差不多，差不多。接下来歌单上面大概还有哦，还有两首歌了。不过安排好像还安可好像还有七首。啊，没有没有，还没有那么多。大家有没有急着要回去？没有哈、哦，没有急着。没有的话，我们就结束了。我也。好，接下来再为大家演唱一首。警察刚服务的时候，在台东县海端乡，那个地方大部分都是布农族的族人，然后在某一个派出所，然后常常接触布农族的朋友，然后在派出所常常会听到教会播放一些布农族的歌谣，其中我很喜欢一首歌，这首歌其实是一首童谣，那歌名叫做《爱人如己》，大概意思就是。歌词的意思就是在讲，不要欺负弱者，不要看不起那些有身体障碍的人，对待他们就要对待自己一样，要爱人如己，就是这个意思。这首歌布农族的母语歌谣。对，待会要证实一下，我们唱完你们不要用掌声侮辱我们哈、嗯，太小声是一种霸凌。Cina masih alamat kabunut